没想到这一窝生了一个小白柴，哎，挺意外的哈，就生了这三只。这三只呢是两母一公啊，狗妈妈的品相也是非常好啊，颜值非常高。不过呢，它也是第一次生小狗，母性呢还是非常的好啊，可能有点护小狗。你看一碰它还不让碰小狗呢，这小家伙还护小崽儿。哎，我刚把这一只拿在手里面，你看狗妈妈急的，哎呀，跺脚哈，发现了吗？这一只吃的还是蛮肥的哈，你看狗妈妈这个眼光一直盯着，生怕我给它拿走似的。哎，这小家伙太肥了，咱给它放进去。瞧他们三个在争着抢着在吃奶，狗妈妈的奶水还是非常好的，你看狗妈妈喂奶的这个姿势是不是非常的搞笑，能看出来狗妈妈的奶头就说明它是第一次生小狗哈。你瞧他们三个吃的还是非常肥的，狗妈妈也是照顾的非常好哈。来，你看这一只都找不到奶吃的哈，现在刚出生的小狗找奶的话还没有经验，等个三五天差不多就一下就能找到。大家有没有发现狗妈妈往这一躺也是非常的舒服哈、啊、瞧这三只小家伙到现在吃的肥的肉嘟嘟的哈、啊、别看就生了这三只，在娘胎里面出生的时候都特别的肥，再加上这几天狗妈妈的奶水也是非常的充足哈、啊、你看这出生几天就明显的不一样，浑身肉嘟嘟的。我拿出来这一只小白柴让大家看一下，颜值非常好看哈、啊、这一只白色的，你看这一只是不是，你看刚出生的这鼻子呀还有爪子呀浑身都是粉粉的哈，是不是，你看雪白雪白的哈，太好看了哈，这一只小白柴。哎呦，你看拿在手里，哎呦，太招人喜欢了。别瞧它是一个妹妹，拿在手里面劲儿还挺大，脾气还挺大。哎呦，长得还不错。行了行了，放进去让它在这吃奶吧。你看这幸福的一家四口。行了行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简单的分享到这儿啊，下期再见。